健康四小寶，係綠茶素、洋葱素、蘆薈素、粟米心素呢四樣嘢，高劑量嘅植物提取物，針對人體嘅癌細胞作出一啲幫助。呢四種成分咧，一定係對癌症會發生作用嘅，係一定殺癌細胞。呢個係醫學報告嚟嘅，自己人哋講咗嘅嘢就上網查就最好噶啦。喺2002年咧，就有三個學者咧就攞到諾貝爾獎。咁佢哋嘅得獎題目咧就叫做細胞自滅。第一個嘅健康食品咧就係叫做綠茶素，因為咧佢可以令到癌細胞自滅。粟米心素咧就可以逼嗰個癌細胞凋亡啊。蘆薈裏邊有種東西叫做伊姆定，用一個健康食品叫做 quercetin，quercetin 叫做洋葱素。可以處死啲癌細胞，對付癌細胞，用綠茶素逼佢自殺，用粟米心素逼佢衰老，用蘆薈素令到佢擴散唔到。喂，大家好，又到礼拜三的无所不谈，我是仙人，我是琪琪，靓靓搭色，系好，叶琪靓靓仙人。开始之前咧，就要呼吁下大家，记得要 like 我哋巴打台个 page， 同 subscribe 我哋个 YouTube channel， 仲有要 share 我哋个 live， 最紧要而家 share， 马上 share， 一个掣好快啫，系分享。跟住咧要订阅我哋嘅 share YouTube， 真系冇中文啊，唔系。冇中文啊 ！YouTube 頻道咁你，唔好咁啦，要中英廣播先得，唔係一陣話我哋話我哋，歧視係啦，唔好意思，對唔住，係啦，好，我哋今日講乜啦？我今晚講下時事先啦。有咩時事啊？你想先講下派錢先好冇？誒，俾嗰個人個幅相出嚟。唉，你睇下个样真系，屌！真系唔准讲粗口啊！唔系，真系颇相都好样过佢。点解要点解要讲阿波叔咧？你呢条友真系，唉，大佬你派钱都冇所谓啊！你唔系其实派钱啊，好多人都讲过嘅，系嘛？佢好多人都讲过话，点解仲要讲下咧？即系佢真系衰完一次又一次。初头话派2000系咪？我就唔知佢点样拣嗰啲有需要嘅人出嚟。我发觉有好多咧，即系新到港嗰啲，好多都冇需要嘅，大把钱又有物业嘅。佢又话派俾嗰啲需要嘅人士，我唔知边个需边个唔，个个都需要钱嘅。李嘉诚都需要钱嘅，系咪先？点解有啲要需要，有啲唔需要咧？其实我睇唔明咧，点样先有得攞啊？佢话我到而家都搞唔掂啊！佢有几个条件嘅，喺有香港身份证，但系冇几多年，冇讲几多年啊，好似咁要长期居住香港，跟住咧就冇物业，就算有物业咧，嗰个差饷唔可以超过4000。系跟住啦。跟住咧就。同埋佢有几个条件嘅，佢就你又冇得攞嘅。吓，系啦，纳税唔可以多过，纳税唔可以多过4000。吓，但系多过4000，你去退税啦，你唔会攞啦，系咪先？咁4000俾你啫嘛，你退税退5000，你唔攞啦。其实想问咧，点解唔搞？因为全球即系边全香港派4000为算咯。佢初头话今个财政年度系唔会派钱啊嘛。企好硬噶嘛？佢企到好硬，我发觉佢咧，总之阿胡苏贞做过嘢咧，佢就唔做嘅。哦，即系惊俾人哋，即系惊人哋话佢抄桥啊，系啦，系啦，但系佢又抄，唔系佢最好笑咧。你派钱冇问题，派钱系政府个库房派出嚟，俾翻回馈俾啲市民啊嘛。系，点解你又话要拨落去关爱基金？但系关爱基金初设立呢个基金系帮助 NMO 人士噶嘛？系啊。咁你而家派钱俾嗰啲唔系全部都 NMO 噶嘛？系。仲要你派嘅你說派100多億，如果你咁一掉落去嗰个行政费咧，就可能系1/10嘅。跟住佢就话：，冇咁多，几个 percent， 100多億啊，几个 percent 都几多亿啦。
系咪先？佢好似当散纸咁，好似其实我觉得派咧，你一系就好似上一次咁，你唔使搞埋啲咁嘅行政费，仲贵过啲乜鬼嘢噶？咁你不如唔好派。咪最麻烦嗱，佢最好笑咧，佢先要写嗰、那个程式出嚟，去篩選啦，跟住咧就話搞得嚟咧就要出年二月先接受申請，咁下個財政年度噶咯，又到先申請啊，唔係派俾你啊，係出年二月先申請咋，跟住咧你又撥咗落關愛基金啊嘛，咁啊即係第二個部門嘅事啊，政府就唔係政府嘅部門噶啦，咁點干涉？咁點算啊？咁如果中間出輪呢個，咁啊擺明就係、是。佢同關愛基將嚿錢掉去關愛基金，益佢嗰邊咪大量請人咯。咁你關愛基金唔夠人手噶嘛？咁你又叫啲市民去邊度登記？話要佢話要聲稱話要宣誓，你係冇物業啊？納差餉啊，唔夠4000啊之類等等嗰啲嘢喎。你要先要申報，要聲明喎。咁我去邊度排隊咧？我真係唔知喎。上次派錢好方便嘅啫嘛。我唔记得上次去银行嗰度填张表就得噶啦嘛，跟住由四间银行就将嗰张 form 俾政府就入落你个户口度噶嘛。O、okay. K， 今次唔系咁点搞咧？又话要声明各样噶、哦。咁我唔知道啊，我就觉得如果你咁搞法嘅话，咁即系净系要攞个即系我哋而家啲市民系要去同政府黑嗰佢哋嘅牌。佢系黑啊，系佢摆内关。即系我哋需要去黑。系啦，佢关爱基金俾你嘛，唔系政府俾你噶，系、okay. 关爱基金啊。嗯，系咪先？你话系咪好荒谬？我就觉得好戆居咯，要做咁多手续，仲要搞啲筛选。咁我想问，点样为于系合格？点样为于唔合格？你都系唔知道。系啊，跟有灰色地带嘛。跟住咧就我最興佢個，今次我覺得咧呢個係應該嗰啲住劏房嘅啲人都攞到啦。喂，佢嗰度劏房係你做劏房啫，你知佢個花名叫劏房波噶嘛？劏房到而家政府都未承認佢合法噶嘛，大佬，你可以講到劏房合理化咁樣老鳳咁樣喎。唉，我真係唔知佢想搞乜，我就覺得好煩咯。嗱，你政府教嚟啲嘢真係白痴。係啦，你又話攞什麼差餉嗰啲咧？納差喂，有啲人你知交租唔包差餉嘅喎。有啲要交埋包，有啲人咧，你交租个业主系唔包差饷嘅喎。嗯，其实少嘅，因为通常都系因为惊人哋走，即系以我所知啊。咁通常啲譬如中介点解会话包差饷交管理费，因为惊嗰个租客唔交，咁、所以通常咧就会包。包其實就加埋落去，其實加埋落去，即係扣翻。譬如我1萬蚊咁計，咁我1000蚊係差餉，同埋即係當1000蚊啦咁計。咁佢入邊咧就 including 差餉咯。有啲就唔係啊，有啲佢又有啲係縮數嘅個業主，就你交埋嘅。其實嗰啲好危險嘅喎，我發現咗呢個問題。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即係譬如好似我突然間我當你租個單位俾我，咁我突然間走咗去，我唔交你出多個帳。嗯，不過而家啲業主都比較精嘅，水標都係包水標同埋電標個按金咧。就你揸嘅，因为电费按金咧，你唔交咧就追你。哦，以前就唔系噶嘛，业主咧就个业主揸噶嘛个按金，但系咧个佢唔交咧，你催佢唔涨嘛。而家你唔交，你冇得用啫嘛。你走我咪转头去申请过啫嘛。千祈唔好冇水啊！得啦。咦，好似港灯，我唔知系咪中电同港灯嘅政策有少少唔同咧。嗯，因为我以我所知，九龙呢边咧就比较容易，即系中电就易话为啲嘅。而港灯嗰边咧就讲到明，只有一个单位一个登记咯，即系冇得咁样 switch 嚟 switch 去咯。唔系，有啲转名啫嘛。佢好似严啲嘅，唔系啊，佢转名啫嘛。你即系佢将个电表转个按金转你名啫嘛。唔系嘅，佢一定要退翻又剩嘅，好得意嘅啲做法。即系港灯嗰边啊，接住咪退翻俾你用你个名申请过啫嘛。唔知啊。咪最麻烦系因为你冇交之后追你噶嘛条数。你點知佢點用電啊？係嘛？所以而家啲業主唔制噶嘛，你唔交唔亂冇得用啫嘛，唔關我事啊嘛。係。又講翻呢個派錢咧，大家覺得好戇居嘅啫。喂，大佬，你信唔信？嗱，我覺得佢喺度同建制派做緊戲嘅啫。分分鐘咧，佢過得兩個禮拜咧，等你啲人咧，即係再嚇沸熱血沸騰啊，喺度嘈啊，佢哋又嘈喧巴閉啦，跟住建制派係咁嘈嘅咧，分分鐘取消啊，提人都派，你信唔信？我真系唔知啊！其實我覺得我派其實今次咧就好簡單嘅，我覺得你派錢，你退到3萬蚊税，或者退咗個税係高過4000蚊嘅，你咪揀。我俾兩樣你揀，一係揀退税，一係派錢。
咁咪得咯。咁你有啲人話，有啲人話，誒哇退税三萬就益佢，咁佢哋真係要納到三萬蚊税先得退嘅。同埋佢真係有加過税啊嘛，大家唔該公平啲啦，係咪？啊，咪就係佢加咗咁多年啦。即係有啲阿伯話：，誒四千蚊啊，冇所謂，派俾我，不過冇理由嗰啲有錢佬有啊。我話嗰啲有錢佬交咁多税都冇，有冇得派就派俾你，你又冇交税嘅咁。咪就係咯，你咁咪仲唔公平？你有好多福利呢樣嗰樣嘅，唔係啲有錢佬納税嘅，你享條毛咩？係啦，即係唔其實係係即係其實公平咧，佢嗱佢有份納税嘅，佢都冇，你冇納過税啊，即係嗰個阿伯即係一生人冇納過税，唔賭錢，唔化妝，唔睇戲。唔去游浮，乜都冇，冇物业，即系 M 冇，唔食烟，唔饮酒，咁样边有退过？边有喂连间接税你咪立过？点解又派俾你？阿梁擎天话需要人士系边个衰咧？衰人个衰、哎，大佬唔好咁讲，唉，即系千祈唔好话需要人士，我哋有得攞啊，大佬，咁啊要需要人士啦，系嘛 ？YouTube 嗰边咧有个朋友仔叫做 MBAPPE France 嘅，佢话实有人出蛊惑。嗯，咁呢个出蛊惑我真系唔知佢点，即系我都觉得系嘅，即系你将佢摆落去关爱基金，跟住唔知点样做法咧，咪将个行政费咪拨大俾佢咯，第日可以拨多啲钱俾佢咯，要请人啊嘛。哦，唔系，应该后边仲有啲蛊惑嘢嘅，应该即有嘅，波数点会咁少嘢啊？佢总之摆明益自己人啦，呢次唔系点解无停停俾关爱基金派只咗百零亿？咁啊系，咁多个唔搞，点解要搞佢咧？嗬，系啊。唔係你派錢唔好搞到咁煩啊嘛，係咪先？有啲人話你外國移民嗰啲冇理由翻嚟俾佢攞啊。其實移民嗰啲我派俾佢真係冇所謂，佢個幾要買張機票翻嚟香港，跟住佢唔會揸走啊，係咪先？你對沖嘅啫，你嗰張機票免費翻嚟香港踎踎走，佢實仔錢喎。都唔係啊，仲要唔止喎，佢即係仲要補個機場税啊嘛，啱唔啱先？你咪幫下，唔係所謂第三跑道咯。係啊，其實唔係啊，嗰個正消費咯。嗰個佢翻嚟咧，佢擺明就使埋嗰幾千蚊，一定使喺香港喎。係啊，佢冇理由你咁遠翻嚟住幾日啩？唔係，其實你點樣都講法啦，對個外國人又好，乜都好嘅，咁佢攞住個身份證，咁佢有資格攞嘅，咁你唔好去 challenge 人。咁點樣有冇辦法？依份佢喺外國翻嚟嘅，咁佢喺香港佢食啊、住啊、買啊都要錢噶啦。啱啱之後特登要翻嚟香港搞咁多樣嘢，其實我覺得都 OK 啫。即係又引用翻啦，佢哋經常用嗰句啦，就係、是、不患寡而患不均啊，唔驚冇啊，最怕分唔勻，係咪先？你而家就分唔勻。其實幾分唔勻，因為你淨係去申請嗰一刻，你都唔知道自己想點。係喎，你真係喂大佬啊，你。讲紧百几万人攞到噶，百几万人突然间涌出嚟申请，佢话280万人，280万，有冇记错？百几亿系280万人攞到，280万人，不如我哋仲系迟啲又要攞身份证。換身份證，其實講真咧，不如咧唔攞好過攞啦，不如你擺翻去，即係講得難聽啲。喂，乜唔得喎？喂，聽埋我講先，我意思係你撥落去有需要嘅人，即係咩啲老人家啊，諸如此類嗰啲福利啦，即係等我哋將來都好啲啊，啱啱先？你老人院呢個問題嚟㗎。你而家喂到你老嗰陣時冇曬㗎咯，咁搞法。咁唔係，如果你真係老人院嘅係有需要㗎嘛，佢話香港人口老化啊嘛，咁你不如即係懶係冇用㗎，話俾你聽，你撥去唔係撥去嗰啲冇用㗎，即係有啲人話。譬如派佢个医疗券啊，乜，佢知道有嚿钱派，佢就加价噶啦。唔系啊，即系你起间老人院啊，政府嘅老人院啊，你横掂咁 Q 多亿喺度，你横掂横掂系咯，系咪都分唔匀噶啦？唔系啊，你起做咗慈善好，你起老人院都冇用噶。第一，政府嘅格式咧就唔系好似私人格式咁嘅，私人格式好似猪栏咁嘅，一个地方咧可以好多张床嘅，式政府格式唔得噶，一间房咧就譬如佢有几多尺咧，只可以摆几多张病床，咁你又要请大量请人手，而家啲医院都唔够人手，我住紧天水围嗰间医院咧，到而家都唔系24小时服务噶，开咗张咁耐啦，你谂下啲人手几缺乏系咪先？你哋搞嗰啲真係廢話嘅啫喎，係咪先？有嗰啲咩？不如你講下天水圍嗰間醫院咧，噏嚟聽下，我真係唔知點解唔係24小時服務，咁入咗去之後要閂門。佢咪淨係診所咯，冇急症咯，冇手術室咯，冇住嘅。冇住院㗎，冇住院嘅。而家嗰叫醫院，係啊，暫時係得診所嘅啫。嗰一 part 開咗，即係好似聖母醫院嗰啲啦。係啦，佢聖母醫院都有病房住㗎嘛，佢冇啊。病房嘅門診咯，淨係冇㗎，冇廿四小時，冇急症。陰公，總之而家就係唔夠人手，唔夠醫生。
開一張㗎啦。其實係咪因為我想八卦一下，即係政府係咪真係夠唔夠錢去請醫生咧？定係真係冇依樣嘢？嗱，呢樣嘢咧就牽涉好多問題嘅。第一，你香港啊訓練咗咁多醫生出嚟咧，我有一個我有一個。有個人客啦，就喺呢個，總之係醫療界裏面工作噶啦。佢話其實每年畢業嘅醫生咧，幾乎有一成係唔會做醫生嘅，即係完全係為咗應付屋企話我想你讀醫，咁佢就係讀嘅啫。讀完之後咧，有一成唔做醫生嘅，但係訓練一個醫生咧，就成起呢，佢做好多年講咧都400多萬。即係由佢開始讀到畢業咧，政府係使400多萬嘅，咁而家梗唔得啦，係嘛？咁我又唔明白，你讀咗咁多年，你其實你畢咗業之後咧，喂我你讀大學其實應該同佢簽翻一張紙咧，有個 condition， 有個咩你要承諾，你要服務翻香港幾多年，你先可以出去掛牌噶嘛？佢哋我想問一問啊，應該好似如果冇記錯，好似要讀7年嘅，跟住有3年係實習啊，定係點？唔係，4年加1年，一年實習。係啊，做 houseman， 跟住就出翻嚟，但係你應該俾個承諾咩啊嘛？做嗰、那個做嗰、那個係啦，你要合，你要你喺翻香港服務翻幾多年嘅政府醫院，你先可以出去掛牌嘛？我而家冇嘅。冇喎、啊！咁佢哋好似話，佢總之佢都冇埋喎，依個制度，依個好慘喎。以前護士講到明，譬如你，我唔記得聽咩啲新聞講就係類似話，以前咧個制度就係話你做讀咗幾多年，你就要做翻幾多年，跟住你先可以出去做私家嘅。唔係，其實就冇嘅，但係其實咧以前我都話啦，中五畢業，你合格做一個護士，咁你出嚟揾20000多蚊，等而家已經接近30000蚊，你唔會轉第二個工啦、啊。你中五畢業，你去做咩工啊？你係留到佢啊嘛？依家唔係啊嘛，而家要大學畢業啊，佢揸住個學位，要考牌，什麼嗰啲嗰啲咩整？用啊！嗰啲請你，你唔做噶啦，你唔使食。喂，你嗰個人咩做護士就要調你去老人科啊？日日倒屎倒尿啊！你都轉工啦、啊。以前就冇辦法啊！你冇你中五畢業，你可以做啲咩啫？嗯，係咪先？你而家唔係喎，你係大學生，我哋揸住個 degree 嚟喎，係咪啊？東家唔打打西家咯，係咪？使一定做呢行？拉咗醫管局都。政府嘢都係有啲問題啊！總之你諗下都，你派錢咧，其實真係喂，你一人派4000又使你幾多咧？你掟俾嗰個創科局，你都掟咗500億啦。嗰個阿叔，嗰個阿直，我真係唔明佢點樣創科。香港唔係點個部門出嚟啊，就會即刻會有蘋果啊，有呢個手呢、這個樣樣嘢發明到出嚟咁啊，大佬係咪先？如果得啊，一早整呢個部門啦，500億有幾多錢啫？香港掉抌落鹹水海啊，年年都唔知抌咗幾多啦。但係白象工程都使唔少。係咪先？好似喂，好似你話你嗰啲醫，你啲老人福利啊，仲易搞，你剩埋咁鬼死多錢喺度，你攞3000億出嚟啫。嗰3000億就冇唔見到嘅，買個債券長期債券基金，每年有4厘啦，我當佢係咪？4×3=12，12億有一年俾你使啦。12億好多啊，伯唔使排咁耐啦，係嘛？排期，我阿媽去覆診咪咯，我阿媽先灰鞋啊，佢皮膚有事喎，我帶佢去覆診，排到2020年才說有得看的，我拗爛了啦，這肉大佬你忍給我看看黐線是吧？你那3000萬那3000億不會不見了的嘛，你只不過將3000億去買那個長期債券基金嘛，我當它4厘息，那是不是一年都有12億、是不是先？那有12億，喂，任你噏啊！你生果金咧派好少啫嘛，系咪先？仲要70歲、75歲，而家就真系唔調查你啦。75歲唔死先有，你冇咁早死喎，早啲死都攞唔到喎。啲乜大佬邊有啲福利咁噶？系咪先？即系黑翻嚟嘅真系。即系我就唔中意闹人嘅，我哋评你嘅啫，系咪先？我哋唔系啦，我哋只不过讲事实，讲正常嘢啫。咪咯，即系系啦系啦，即系等于嗰个人，喂，我服务咗呢个地方，诶，点佢都冇工有劳啊！我当佢一个主妇，咁佢都会孕育一班一个至两个仔女，佢老公出去做嘢啊，咁报回馈翻个社会啊，服务翻个社会啊，系咪？但系佢又乜差嘢福利都冇啊，冇退休金噶喎。她老公如果不生性使埋嗰啲錢咧，佢就仲要幫佢還債喎，係咪先？即係啲主父母噶嘛，係咪啊？好神奇嘅，我哋 overrun 咗少少，下一次再講啦，我哋再鬧過下，下次再繼續。
Daniel， 之前你有咩问题要食呢个四小宝去调节身体呢？肝癌嘅三期啊，跟住揾四小宝咯。揾四小宝，点解你又买四小宝呢只健康四小宝咧？食呢只咧，我又觉得奇怪。成分高咯，我因为成分高。你话十六粒健康四小宝，等于人哋二百粒咁嘅成分噶咯，嗰个分度。系啊系啊。咁你而家食咗之后，你呢排你好似啱啱早排先至 check 咗个癌症指数，而家话系点咧？那个近况系？肝酵素啊，肾上腺素啊，嗰啲指数全部都正常翻晒咯。嗰粒扩散咗癌啊，点咧？而家又而家得翻一个黑影，即系就冇咗个癌噶啦，已经系应该就系冇咗咯。健康四小宝疗法其实就英式黄室疗法嚟噶嘛？系系系啊！咁你仲要点样去辅助啊？你好似话粥粉面饭你都唔食噶咯，已经系系啊系啊，咳糖咯，最紧要系最紧要咳糖。嗰个咧系一个南亚裔人叫德仔，佢基本上咧就一条头发搵唔到嘅，咁咧就后生，今年就三十岁，用咗支洗头水加支精华素，咁就见到咧用咗个半月，就见到我哋而家嗰个广告咧圆形头壳出头发嘅情形，佢啲毛毛用翻晒咧就全部出翻晒，咁可能迟啲啦，等啲毛囊疏通咗之后咧会浓密好多嘅。